小青鸟今天要去哪里？什么门？我要去哪里？对啊，这个月又紧急加演一场露营，去哪里啊，杨妹妹？通霄海水浴场。哦，你看今天天气真好。对啊，因为临时通霄镇公所那个通霄海水浴场开放这个免费试露营啦，嘿，一听到消息立马就冲。嗯，咱等下要搞啊，嘿，通宵，然后再拍我。好啦，准备下交流道啦。哎呀，在海边，Go。选择在这一区，这次的这个通霄镇公所办的这个所谓的露营活动，这个天气有点太湿闷热，今天就不露营了。哎呀，体验一下啦，体验一下这个环境啦。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路友也是继续搭帐篷下去，难得啦，哎呀，难得这边说开放一次性的露营。OK， 晚上这边煮吃一次就回家了。把这个蔬菜进去了吗？